在这被诅咒的村落，青年骑着他的马恰恰地再次经过，村民指着青年说请你将我拯救，在西边的深山里住着一个恶魔，青年骑着他的马来到村说的山洞，那恶魔从来没看过马被吓得匆匆逃走。哦、oh, 你拥有整个宇宙，陪你度过春夏秋冬，但你说你想要的并不那么多，如果可以小小的自由。Thank you.